妈国庆不发，怎么才回来，让你烦恼啊。子彤别怕，爸回来了。阿姊，我回来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开封，我哪知道你不可能去死。我是廖乾坤的后生呢，我哪有可能这么简单就死啊？惊死啊！你敢知影？王查甫囡仔，我哪有可能帮你这啊？就看你沉在海底，还佫有你，你是我亲手处理的，我明明一刀佮你，明明一刀把我剁落，我佫伫喺你的面头前断开，你佫把我带伫喺深山拿来，结果我即马煞好好出现伫你的面头前，是毋感觉小奇怪？你这死查某鬼啊！你假死来欺骗我！这么小的，你想要从啥啦？你已经开始担心一届啊！都唔去帮你耍，等今仔凯宏佫活了，你敢欢喜才对哦！你即摆假设状况呢？还是佮管理兵？你为拢唔免出来啊？应该是，伊哪会无死？伊根本就是演戏，你欺骗我！我感觉，我应该得着最佳演员奖。杜光良，我甲你讲，其实迄个时阵，宋丹青并无死。我今日发现了，所以我就超故意找你冤家，让你的心情乱糟糟，无法度去发现了。所以丹青才会当躲过一劫。迄个时阵，我早就把我的手机啊，藏伫个丹青的那底下来，滚，都是照我手机啊的定位去找着丹青的。又搁是你！咱家的文嘛，我绝对让你后悔。三，李佳音，杜光亮，你就是伤过有自信，认为家己真有分量，所以大家人拢惊你，拢爱顺你的意。但是你袂记啊，人拢是有人性的。我甲子胜的交情比你想的更好，所以是绝对、绝对、绝对无可能对我下重手的。无可能，无可能！我明明亲身检查过，你明明都已经无气啊，你已经死了。
哪可能跟我过来？你袂记起啦，我是学伊个啊。只要我落刀的角度上好准，就咱上过重要器官。也搁有，我无让你把刀拔起来，就是要骗阿面，是会过者。伊是早伫个你叫子孙对我动手进前哦，子倩姐还搁有担心，因早就收到消息啦。伊嘛准备传人伫海底等要救我。你逼子孙伤害凯宏，迄个我确实是无落来，所以无见过。啊，不过即个伫个山口，阮早就传好咧等你。你对我所做的一切，凯宏全部拢用空拍机录落来，即个你是走袂去啊！杜光亮，你准备变行了？除了偷了我身份犯罪的证据以外，你还故意讲话刺激我，要我动手杀你啊！徐馆长，你敢有证据会当指控是我设计的？啊，法官敢会因为你一句话就相信你义愤杀人？卖乒乓啊！宋丹青！哎！啊！宋队长，小心打击，给我再来抢救！杜光亮，你卖天理太行了！敢打我？你，今嘛你搁唔肯放手？你来变个真个恐怖啊！那初产浓毒，我真无一个一点人情拢无。开放是我后生。你竟然敢对伊下毒手，早就知你安尼。当年我不应该跟你做兄弟，更加袂欠你的人情。这万万绝对万无一失，你放心啦。虽然咱即马是娘也无去啊，啊，不过我只够用算啦。咱事后只要想办法骗过福清事务所的办事员，当场登记成功，然后我阁予一个假释，签一个转让书，以防万一。安尼，规个代志都好势好势啊！假新娘，顶帅什么人？啊，人孟之啊！甲你爸爸比起来哦，孟之搁较像是我查某囝，伊嘛足听我的话。你讲你甲孟之当作是查某囝咧看待，那恁想到背后做这款代志？子晨啊，咱要做这款代志哦，就是爱甲大家拢绑做伙。下面有人背骨啊！我就是用这个方法，甲咱爸仔囝绑做伙。今嘛，无人通啊，甲咱拆开啊，对不？你两个，恁拢听着啊吼！这就是恁全心全意相信的杜君阿姐亲嘴讲的话。伊甲恁绑做伙，就是要利用恁对伊的死忠。控制你，替为非三者，变成的共犯。这种人，可不替伊讲话？原来你对阮好，拢是有目的的。叔啊，阮真尔相信你。结果你把阮当作是你的下脚掌来在猜忌、来利用，你哪会使这么卑鄙啊？我一心一意对你，
结果你竟然手骨开向我，甲别人做伙来对付我。我绝对无可能，甲你这种几百多垃圾水的人甘心。就算讲我是你的亲生后生，我嘛袂认你的爸爸，绝对无可能。所以你对我这个爸爸，自头到尾就无一点仔真心。没事，我只有一个爸爸，伊叫林国清。刘光亮，你唔拿吼，把我当作狗关起来，你阁逼我的子孙去抬啊！你害伊啊，阁我的亲人受着拖累，你根本就唔是人，你无资格做人的死蛋！你先不走，你给我拿下去！你成狼，你成狼，操我妈撒！自杀，是你，你是你自杀！你这臭王八蛋，你敢怕我？你就靠流出来这一人，我给你保证，你一定会后悔。既然你就想要爱我的命，哈哈哈哈！十八年后，你必有完成一条好汉啊！回枪！不是耶，大家不是手榴弹。家在，家在，阮子孙无代志。我起来，阮大姊，你像恁细汉的确实有效，把恁手榴弹换成烟雾弹。他们去伤着无辜，结果煞毁着你的性命，你应该感谢伊。郎左上，